这次不是教蓝调，我们这个班是蓝调嘛，所以蓝调上次教了三段嘛，对不对？三段，然后你们重点目的是学什么呢？就学一些人家已经弹好的 walking bass 嘛，像同学现在都不是已经弹 walking bass 了嘛，然后偶尔就是你要学到147那个点嘛，对不对？那你如果说你现在你学了147的点，但是呢同学还没办法接那个用上去嘛，即兴用上，现在目前就是美少女的话她还可以用上去呢。你看她是因为蛮熟，她已经在你们几个里面她是比较熟练的这样的。那你看她能够用上去也是很，你看她弹啊，记两片嘛，从头看了那个一片，他一片是他纯粹在帮我伴奏，我等于说我试一下的，因为这个速度很快，我上次看过影片倒回，就是上一次，因为这个速度快，看快对不对？那我唱的时候呢有一点点时间差，懂不懂？所以听得很迷，有一点就这没办法呢，因为我这边唱出去，看我影片再过来的时候，都已经差了几个毫秒了，而且这速度又快的时候，差的很明显就看得出来。如果慢的话还好一点呢，但是没办法，没办法十全十美这样的。好了，我们现在啊，他第二片是他自己自弹自唱就对了。那看第一片啊，这是他伴奏，那我也叫那个安的这边哈，回去这个练一下子，然后我来唱这样的，这就练习伴奏嘛。对，好，来看一遍啊。好，来。好，从头开始好了。I realize the way you are deceiving me with tender love that I miss to fall in love.So take away the flower that you give me And send that kind of you remind me of Rosa, paper Rosa Oh how real Rosa seem to be But the only imitationLike an imitation love for me I thought you'd be a perfect lover You seem so full of sweetness at the start But like big Swiss roses made of paper There isn't any sweetness in your heart paper rosa Oh, how real roses seem to be But the only imitation Like an imitation look for me OK, 下 solo 一下子Seem to be But the only Imitation
like an imitation look for me. OK， 对，他已经算是厉害的这样的。那我们通常呢，通常当然是，如果说是现场，对不对哈？我在现场唱，他应该会更好，因为现场唱的时候啊，他现在根本听不到，他是先弹这个，对。如果我现场唱的话，他会更方便的，他可以什么插个音啊，即兴一下子啊，这样子。对，他现在只不过因为看不到我嘛，也听不到，他就只能打拍子这样子。那能够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就是然后他再加上这个间奏啊，其实间奏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同学在弹拍子的时候，伴奏的时候还好，就间奏的时候，这个时候困难的间奏啊。所以一个琴师，哎，其实一个琴师能够这样弹伴奏，尤其是 walking bass， 即使是职业琴师都做不到啊，已经很难做得到这样的。好，我们再看看他自弹自唱了。那自弹自唱的时候，当然又稍微这个